走，咱们走，咱们走，走。然后现在我先去买足够的这个材料，你们不要考虑材料问，你们不用考虑图纸问题。等一下我们会向北方去拿补给，把装备现在全部都修理好。北方拿补给，咱们把装备全部修理好。对。然后今天呢，主要是咱们 HOT 组织的一次和。我这个问题上面有很多人在说话，那个 HOT 和新加坡工会 COK 工会联合组织的一场活动，主要目的嘛，想把这个现在的一个颓势和一些比较差的风气给扭转一下，给大家能打一些士气回来。接下来呢，我们会从北边开始， COK 工会会从南边开始，逐步拉回我们的分数。这张图先打完，然后其他有些新进来的朋友啊，不是很清楚的，好的，咱们现在向北面拿补给，北面拿补给，这哪里拿啊？对，那个我们是到哪个地方？大卡文地图，大卡文地图，再来大卡文地图之后，你会看到我的标志的。好，现在我们向北边，这个北边这个营地叫做 God Sword， 上帝之剑。那么这个上帝之剑里面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张那个补给营地。我们等一下如果要拿补给的话，都会从这里拿。等一下我会告诉一些新手怎么样拿补给，大家先注意看一下。今天呢也想做一个基础教那个 WW 教程型的。好的，在这个地方现在看到一个叫做 supply 供应桶的点啊，在这个地方来拿 supply， 对，按一下 F。 好的，现在它显示为空，如果有的话你再按 F， 每个人都把补给拿好。拿了有什么用啊？这个，修城防、修工程武器，怎么看我拿到没有啊？我这个是红。我刚才解释过，你没听我解释吗？屏幕最上方左方是服务器得分，中间是服务器得分时间，右侧是那个补给数量。来，现在跟我走，全部人跟我走，来。我们第一个城拿，准备拿这个 Deep Side 啊，先高达不着急，我需要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说。我们现在向下拿这个 Cliff Side 这个 Tower， 如果你们不是很懂什么叫 Tower， 什么叫做那个 Castle 或者说是 Keep 之类的，等一下我会解释。那个不用跟着我走就行了，现在不是很需要走，跟着我走就行。你在屏幕上应该看得到我的是一个蓝色的点，他妈的亚斯卡，对，跟着我走就好，没关系的啊。好，眼前我们有一个旗子，这种旗子呢称之为一个 century， 一个关键点。这种关键点往往是拦截来去路上的这种洋车，也就是补给车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大家注意这个关键点，我们看到了的话就给它扫掉。然后站在这个关键点里面，看到右上角的 control point， 这个 control point 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如果到了尽头的话，这个 century 就是我们的了，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一个，这是一个 tower， 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的屏幕那个地方是一个蓝色的，里面像一个塔楼形状的图标，那代表蓝色控制的一个 tower。好，在这个城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太多的防御力量的话，我们可以使用那个 RAM 来攻击。如果说城里面非常多的防御力量，那就需要使用别的武器。首先我将放下来两个 RAM， 请大家注意把它修理好。一般那个来城防上城下门前第一个 RAM，
如果你有补给，请你靠近那个 RAM， 并且按 F， 就是帮助修理，按 F 就帮助修理。然后你如果已经修理好了，看右边那个成型了，再按 F 就拿到。一定要选择 Gate， 然后再使用，选择 Gate 再使用这个。谁在上面选择 Gate 再使用那个 RAM？ 对，选择 Gate Will WILL， 请你选择 Gate， 点一下 Gate。好，我挤下来。其他的人请你注意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啊，那个请你们到后面去，不用看城门，完全不用看城门，它会自动打的。你只要需要所有的远程看好城墙上，然后再有一两个盗贼看好来路，左来路右来路以及后面，这样子我们的攻城的就安全了。因为你自己攻击的话大概是100到150点的伤害，而一个 RAM 打一下就是8000点伤害，所以说你完全没必要打 RAM， 破城是很快的。顺便说一下， RAM 对城墙是造成了巨量伤害，而 Keta 和 Trap 对城墙是造成中量伤害。OK， 现在我们的城门已经砸开了，我们准备往里冲，好吧，所有人往里冲。想要控制一个城，那么就需要到他的 Lord 那里去打败 Lord， 并且呢在 Lord 打败之后出现的红圈里出现的圈里面站上一段时间。怎么站上一段时间？你们刚才就像占领刚才那个 Century 一样，我们需要看他那个一个点数到了最顶端，也就像我们平常做的动态任务之类的，这个动态任务走到最顶端就认为着这个任务成功了，就是这样。然后在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Lord 是一个金色，一个金色怪物，81级的，在这个城的 Lord 是一个金色怪物，81级的，其他城的 Lord 有可能是紫色。那个好，大家看 ，Lord 死之后，这个出现一个红色圈，必须站在这个红色圈里面，等一下就有经验，大概80级的话有20000多经验。我们获得了第一个点，好的，请大家到这个城里面，现在有95控补给，到这个城里面拿补给。还记得刚才拿补给的那个位置吗？大家看一下，这些城补给各不太一样，但是呢他们都是相同的一个形状。哎，把这个清理掉的很好来这个地方拿补给，所有的人过来拿一下补给，按一下 F， 到这个supply port 这个地方来拿一下补给，按一下 F 就好，保证你的那个补给数量一直保持是10，好吗？保证你的补给数量一直是保持10。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PP 的人。好的，我们现在想要攻击 Garrison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 Keep。 刚才我们攻击的呢是叫做塔楼类型 Tower 类型，现在我们攻击 Keep， 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Garrison 和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Tower 那个大小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不要让他跑，全部打掉。可以看到这个城墙上现在暂时还没有 cannon， 没有 oil， 也就是没有加农炮，没有火油，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放心大胆的攻击。首先我们尝试放2到3个 ram， 来，我来放 ram， 你们不用放，把它 finish， 就是把它建造起来。我的 ram 不会建造的话，请靠近那个物品，然后按 F， 然后有经验的人请去拿它，然后点上 gate 使用它就好，选一键那个 Y assassin
请你选 gate， 然后选一键。为什么？我让你选一键，不是二键，一键选 gate。哎，对，很好，很好，不错。啊，我看到三个都有人在用了。然后哦，懂了，懂了，调方向吧，这个是，对吧？第一个，它自动调方向，它自动。喂，大家早上好。哎，小小牛来了，快来。家人快来，我们正在组织一场大型的一点的活动。这次活动是我们跟新加坡工会 COK 一起策划的，他们将从南边开始，我们从北边开始收复这张地图。二键是那个打那个边上的人的，对吧？不、对，放火的。我来了主攻啊、对，打靠位，我们在大卡大卡文，大卡文，大卡文。好的，我们现在大概手上，我刚才算了一下，三个 RAM 的话，我们大概用掉了120桶补给。我们现在的人数应该不止120桶，所以说我会对，内门进行攻击。大家注意看一下内门，这里是内门。每一个大城像这种 keep 类型的都不止一个内门，所以说大家要注意，我们说的是哪个内门？像刚才我们就说是东北方向的外门，这是北部方向的内门。如果以后的话，很有可能你们还会接触到更多方向的内门、外门，这个到时候我们详细再说。好，尽快建，尽快建 ，RAM 要尽快建起来。我现在需要去 Vent 上面通给我们的新加坡盟友通报一下我们的进度，大家稍等。Vincery， 我们这边已经。我在跟他说了。OK， 你说，没事。然后这个 keep 里面大概有，现在你看右上角啊，它有340，不600，什么意思呢？当前补给量为340桶，最大补给量为600桶。那么就是说，我们进去之后将获得一个340桶补给的这么一个补充，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是很怕，补给应该是足够了。小小牛你快来吧，别喊了，快来。小小牛你在我旁边没？我没看到你大个儿啊。来了，在那跑呢。啊，好，快来。今天的这个战场主要录制人员是魔鬼，他是我们的那个素材采集、视频采集人员。主要编辑人员是笨笨狼和那个阿龙，他们是我们的那个视频后期。感谢这几位努力啊。前面有一个 CN 的 deal 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联盟的领头，就是咱们 DHA 联盟的领头，他在论坛上是比较出名的，一般的人把他称之为一个 half naked 诺恩，就是半裸的诺恩，如果有什么半裸诺恩之类，就基本上就是他了。哎，我这里可能会掉线，我这里游戏发生异常了，已经可能会掉线。如果我掉线了之后，请天天继续指挥一下啊！如果我掉线，好，我们现在获得了这个 garrison 的控制啊。